台中北屯区房市买气最旺的地点，紧邻 Costco 二店预定地，预计明年正式营运。捷运、台铁的进驻，让交通生活变得更便利，吸引知名建商纷纷插旗布局。水木清华，居住环境单纯，交通机能更不可小觑。距离捷运居林站约600公尺，步行5分钟就可到达。距离74快速道路仅约2公里，只需要5分钟即可上快速道路。台铁区间车头家厝站与松竹站也会经过此区。水木清华建案最大的特色是属于捷运机场从化区的一个正核心啊，距离我们话题之一的好事多基本上只要200公尺。那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有用大云发的规划住中住耐震的系统啊，基本上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耐震系数。那在这个规划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区域里面我们唯一使用的一个建案。我们以居住轮廓来看我们的生活机能，目前我们的住户可以到我们的一个松竹路，有着松竹商圈，那另外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崇德路十一期从化区那边，那边有一个十一期商圈，那里面有 Uniqlo、星巴克等等，那距离车程也大概5分钟左右而已。那等未来区域内的好事多进驻之后，相对会带来商业发展，那未来会形成我们在地化的一个商圈。我觉得我们水木清华建案最适合族群应该是我们首购自住的家庭客户为主。产品规划来说，我们都是以3房3+1/4房比较均值的产品规划。水木清华产品规划37至47坪，3至4房为主力房型，公园为邻，是闹中取静的高级生活形态。绿荫中庭、咖啡图书、目光大厅等，营造清幽雅致的生活聚落。北屯市中心集合所有建设话题的新兴重化区，房价相对便宜。水木清华盛大公开，强销破70%，集所有优势于一身，错过可惜。